Dreamland Forest 的考虑。应该是的。雾气弥漫，不是好兆头呢，姐姐。我看到我们的目的地了，还真是被山石重重包围啊，恐怕只有一个入口吧。姐姐，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查理叔，哪里有人？你看错了吧？刚才说查理在哪儿？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啊？那一定是你看错了，查理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姐姐，这里路线复杂，小心一点，可能有陷阱。姐姐，这里真的好奇怪，你看到刚才的那对夫妇了吗？夫妇？刚才一路上都只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我很确定我看到了，好像是父亲母亲爸妈，他们应该已经去世了。姐姐，你能带我追上去看看吗？Another one that should be disappeared, eh? Should disappear but still there.消失了。
们都消失了。醒过来了吗？这真的只是一个梦吗？可是我想要一直活在这个梦里，他们都还在。你刚才看到的都是假的，我们被这片密林困住了。姐姐，如果我一直停留在刚才的那些时间里，你还会出现在我身边吗？交给你。
是最好的吧。再胡说，我现在就走。芬里厄说，我们只要赶到斯寇蒂的研究所，就能缓解这些幻想。你坚持一会儿。琪琪，我是不是很没用？瞎说什么呢？这世界上有几个人比你更聪明？地方下流，应该快到了吧？我眼前闪回的画面变少了。对，我已经看到研究所的大门了，只需要穿过这条路。姐姐，你刚才完全没有受到幻象的干扰吗？除了你，我不会被任何东西牵绊。真羡慕你，为什么只有我这么软弱呢？走遍了整片密林了吧？绝对的精确，不愧是你。QSB 的不在这里也很正常，如果真的在，也不会放任这些装置失灵暴走。姐姐，你看，墙上挂着好多斯寇蒂和芬里厄的合照，他们感情真的还好呢。还有芬里厄的研发记录呢，他果然不是真的野兽。是一个以 QSB 的为能源驱动的仿生智慧体。仿生？我一直很想近距离接触其心最核心的仿生技术呢。很快就会有机会了。这里有一本斯寇蒂的日记，我们带上吧，或许能帮上忙。可以吗，芬里厄？带上吧，你们值得知道他泡沫一样绚丽又短暂的一生。Okay guys, that's the end for part 2. Hi, what? Dreamland Forest, eh? I named it the Forest of Dreams, but I guess they call it Dreamland Forest, which is better. So the next one is Forgotten Forest. Alright, that will be next time. Before that, before I end the video, I'll just say, yeah, same thing like the first part. Every race, there are no story after the race. Same thing, but I'll put the story in the video. So if you guys want to see the gameplays, because I cut out the gameplays, you can check my QQSpeed mobile version video. I'll put the link of that video in the end of the outro, okay, as usual. So yeah, I'll continue chapter 3 tomorrow. S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time.